各位兄弟，大家圣诞恭喜！啊，真欢喜的日子啊！今仔日是圣诞节，吼、哦、啊，真难得吼，拄拄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咱的平安暝吼、哦、啊，今日是圣诞节啊，咱今仔日呢啊，伫这个所在有啊，来自无同款啊，做做兄弟姊妹伫遮啊，较等呢吼、哦，咱礼拜中间啊，咱除了有献诗以外，啊，较等嘛有乐器的表演吼，啊，欢迎大家同做伙来吼。啊，今仔日咱的四周围有一挂朋友吼，啊，头前啊，电影节兄弟吼，捌来过一摆吼，伫美国回来吼，顶回阿伯弟的时捌来过吼，今仔啊欢迎伊参加咱的圣诞节的庆典吼，啊，咱做伫这个所在，啊，后壁面吼，花岗教会吼，安那称呼？信啦吼，哦是信兄弟，咱欢迎伊吼，欢迎伊参加咱的聚会吼。这个菜不好食吼，后壁面嘛有一挂朋友吼，欢迎恁吼，欢迎恁啊，伫遮都无必过啊一一介绍吼。啊，今仔日呢，今仔日是圣诞节，啊到底圣诞节是啥物会？两千多年前啊，伫以色列犹太的所在。啊，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耶稣的降生。大家知影讲，基督教是因为咱信耶稣，啊，所以两千多年前耶稣出世伫犹太地，啊，真做人类的救主。我毋知咱中间有人伫教会大汉，有人可能你知影圣诞节，啊，总是。唔是真清楚圣诞节到底是甚物会，干呐知影讲耶稣出世，啊不过来，咱兄弟姊妹大家来讲看卖咧吼，伫你的印象的中间，圣诞节你经验过甚物会？啊，你捌看过圣诞节的中间，当年过圣诞节安那过圣诞节？圣诞节有出现甚物款的人物还是物件？来大家讲看卖咧吼。圣诞节有啥物物件？哈？哦，圣诞老公公的饭糖啊，吼，哦，这细汉的是足爱的吼。那圣诞节拢在等吼，等圣诞老公公出现啦吼，啊，排一袋啊糖啊饼吼，都只有一个对只经过的朋友讲，啊，今天不是要发糖果吗？我讲等一下啦吼，等一下会有啦吼。哦，印象真深哦，啊，够无？圣诞老公？哦，真好听的歌吼。有足济圣歌，足济即个圣诞节的歌曲吼，还佫有无？哈？哦，报佳音，哦，报佳音，报佳音是要创啥？哦，报佳耶稣出世啦吼，啊，所以圣诞节迄暝吼，拢无啥敢睏，你知道？拢都啊等，啊等等等哦，啊等到讲，哎，外口。圣歌队这个青少年在吟诗啊吼，啊赶紧去糖啊，你请伊食一个糖啊。啊，其实圣诞节拢足寒的啦吼，早在圣诞足寒，即摆天气变热了哦。啊，今年圣诞节像安尼啦，有够热的啦，无感觉讲过圣诞节啦吼。哦，哦，不改啊，搁有咧，讲到圣诞节想啥？金细细的卡片，是金细细的卡片哦。哦，细汉的是足爱的吼，啊搁有咧。好来，一九八零的时候，那个，
世界树的树甲拆了，啊，所以迄个世界树两个月后拆开，无人会。啊，所以你听是无人知影就对啦吼。记哦，这也一招。安尼我知影哦，这也是也假的哦。OK， 来要无想到圣诞节想到啥？拢无人讲到主角。啊，啥物啦？圣诞节当然爱耶稣啊，无耶稣就无圣诞节啦啦。哦，我一年的圣诞节吼，对，哦，我桥去报街唔转来吼，啊，头前车祸，半暝啊都无人车走，啊，我非常过去甲摸起来吼，啊，送个朋友，我非常不容易。哦，所以有这款的经验吼，圣诞没有人车祸，你甲救就对啊啦吼。OK， 感谢主。啊，搁有无？圣诞是搁想到啥？我细汉的印象吼，圣诞节吼，拢会表演啥哩啦？拢是一个表演玛利亚啦，啊，一个表演约瑟耶稣的爸爸啦，啊，派一个吼，迄落许洋娃娃假的囡仔啦，啊，囥个马座啦，啊，假卖就带我两个摇啊摇安尼吼。哦，这嘛印象真深啦。啊，搁安那，嘛捌演过三个朴书无？哦，圣经内面的故事，三个朴书，我都哦安那行行，讲要找一粒星啦，讲哎，粒星伫底？哦，我星搁会行对无？哦，印象吼、哦、有启明星啦、朴书啦，啊，搁有啥？搁有故乡啦，半暝听到天使在吟诗对无？哦，啊，故乡的。大惊吓！啊，搁有啥？过完了，搁有啥物货？搁有天灾啦！天灾，我若讲我报恁大欢喜好消息啦，对无？哦，搁有天灾，啊，搁有啥？搁想着啥？这红啊，大拢看会到的啊！马吊啦，对无？耶稣出世伫底？伫马槽嘛。啊，马槽、马吊，啊，搁有啥？哦，内底有马啦，有啥？羊啦、牛啦、鸡啦，嘛捌看到狗啦，嘛捌看过骆驼啦。哦 ，OK， 这拢是予咱细汉的印象。两千多年前的耶稣出世，伫今日历史不断地讲起这个故事。啊，这个故事。我伫教会大汉，所以自细汉就对主日老师一直听，一直听，听到今仔日，这个故事嘛继续在讲，这个故事嘛继续在流传。但是即马吼，我要来请问咱兄弟姊妹，现代圣诞节你看到啥？你看到啥物事？吃大餐吼，半价圣诞大餐吼，啊，过来咧，哦。灯秀，哦，灯饰灯秀，啊，够无？够无？跳楼大拍卖，呵呵呵哦，大楼这个跳楼大拍卖啦，哦，趁这个机会吼、哦，啊，年终啊嘛对无吼、哦，啊，就来会当安尼趁寡钱吼、哦，啊，大采购大拍卖，啊，圣诞大餐，啊，到处拢做圣诞节的灯饰。那个灯饰吼，哦，所以你即摆暗时人去看吼，我看他逐个咧比赛呢。较早迄个牧师伫加拿大的时阵吼，啊，拢一个钟头一个钟头，啊，若圣诞节到吼，吼，囡仔足爱看的，就是安那车开咧，啊，全家带咧讲，行来看人的灯展。哦，每一个家庭拢布置到有够水的啦。哦，你去你搞咧讲，哇，这圣诞有够水的，拢顶啦！啊，即卖咧，我住伫新庄遐，哦，新庄遐，哦，无输共租厝租伫遐，啊，迄个，迄是新的这个厝场啦，足济。啊，外口吼嘛开始，哇，开始，啊，有迄落用迄落绿啊灯是足水的啦吼，足水的。啊，但是咧，渐渐咧，会发现一个代志，圣诞这个主角煞无去啦。多村人伫食物件啦、拍卖啦、顶啦，有诶无？遮拢总要做些。啊，圣诞节的主角，啥物人？耶稣煞无去啊！这两千多年来，到底咱所信的耶稣，到底一个神上帝，伊化身做人，
来到世间，到底伊甲咱有甚物款的关系？拄拄只咱讲咱的经验，甲想象，每一年圣诞节，咱拢做同款的代志，但回想同款的故事，但是咱也是甲咱对圣诞节的意义停留伫只经验甲只故事的中间。那安尼耶稣出世，甲妈祖出世是无啥物共款呢？无啥无共款呢？妈祖生吼，妈祖生，逐年嘛是咧庆祝啊，大家嘛，哦啊嘛足闹热个啊，哦，咱若是甲他停留安尼时阵，那安尼耶稣会出世，甲咱是无啥物款的意义。总是咧，总是。咱看这个故事的中间，假使讲咱若甲咱的经验要停留伫讲，耶稣的出世是暗时有三个仆人对东方来要找耶稣，还是停留讲暗时有各样的听到歌声，听到天使的吟诗，那停留伫这个时阵，那安尼呢？那安尼，咱要经验耶稣是不可能。那你那边阿拉经验耶稣用人的样相，神真多人来伫世界出世。有一个宗教神秘家叫做希勒秀，伊安尼讲，伊讲耶稣降生伫伯利恒，就准千百拜，若无降临，无出世伫你的心内。你的生命是永远未死的。两千多年前的耶稣出世，每年拢在流，一年一拜，两千多年流两千多拜啊。但是这个耶稣若无出世在你的心中的时阵，安尼你甲这个耶稣是完全无关系，你的人生是无方向的，你是白死的。德国当代很出名的灵修神学家辛克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安尼里边的经验耶稣会出世。伊讲第一个，你家己呢？你家己就是迄个婴仔啦，迄个婴仔，迄个上帝化身的婴仔，而且真深，真深，吼。是安那，咱爱化身做迄个婴仔。伊讲上帝以一个婴仔的形式出世，这个婴仔经验人类的出世甲成长。所以呢，耶稣常常用啥？用要入天国爱亲像囡仔，对不？哦，咱讲到是常常在讲，家己学生，就是讲囡仔的纯真，囡仔的善良，有时囡仔嘛真无知。哦，阮孙哦，即马慢慢咧成长，啊，无孙女拢做爱讲因孙，我嘛做爱讲阮孙的吼。啊，去咧英语背诵比赛啦，啊，看伊咧背吼，我咧背甲火呢，完全拢袂惊咧，吼袂惊。哎、欸，囡仔都是纯真嘛，啊，若讲叫咱去咧讲两句英语吼，等着屁屁错啊，惊讲唔对伊啊，哦，啊囡仔咧，囡仔唔知啥物叫做惊。哦，爱着背啊背啊，着起去啊，啊起去了，一直念安尼吼。所以囡仔有时真天真，有时真善良，但是有时嘛真无知。所以，辛克伊安尼讲，伊讲当咱咧经验耶稣基督出世的时，咱咧倒转去咱家己像婴仔时代，咱来到伫这个世间经过的日子，咱对无知慢慢会要成长。但是咱要保持囡仔的纯真，保持囡仔的善良，因为安那，因为大人太高计较，大人太高算计了吼，啊真骄傲，会嫉妒，哦，啊这话无拢总伫咱的心中底发生啦，所以爱等于到囡仔的纯真，所以呢，伊讲咱当咱去看马槽中的耶稣的时阵，谦卑才是伊真正的价值。耶稣是安那开出世伫马槽内底，一个要做
人类的救主，却毋是出世伫王宫，却毋是出世伫一般的吼，即摆蒙尘讲足好个蒙尘，温暖的家庭，毋是，是伫迄个上艰苦。哦，咱讲买条内底，买条内底什么味哈？咱有做过事的，也是讲无做过事，若有去到农村，你就知影。你若行到吼，入去较早吼，阮囡仔时代吼，啊拢，阮阿伯阿公饲牛，哦，啊若去到牛条吼，哇，迄味可歹，入去一个入去，哇，这就闻到迄个土味啦吼。哦，即摆你去蒸烤卖，够迄个味哦，吼，哦，入去够迄个味啦吼。啊，所以买条若无整理吼，就是麻烦嘛，对不？哦，就是垃圾啦，垃圾。啊，买做咧，我想农民卖骨力甲买做，逐工用洗嘛。哦，咱逐工食饭食饱，碗拢爱洗嘛。啊，买做可能一年洗一摆也会啦。伊袂逐顿食饱甲洗嘛，所以买做是真垃圾的所在，是真无清气的所在。上帝要变做人，是用这个方式出世伫世间呐。这甲人的价值是完全无共款的。人的价值是讲要做王要出世啥？哦，台湾话讲啥？讲甘金汤匙啊，对不？唔是啦，耶稣出世做人是伫迄个上卑微、上艰苦、上垃圾的所在出世。所以呢，你有耶稣点在咱的心内。咱若把咱的心灵，咱的心灵是一个马条。其实咱的心灵有时嘛充满污秽，充满垃圾，充满干鬼，有时会怨妒，有时会怨恨。若毋是把马条清清哦清去，把遐个麻烦、遐个歹的味清清哦清去，咱会通迎接耶稣点在咱的心内。所以基督徒领知耶稣的降生，不是只在想两千多年前耶稣的出世，是把那个救来到在我们现在现代，我们好亲像耶稣出世，然后我们开始在成长，然后在我们的人生的中间，我们要准备一个位，准备一个位，让耶稣在我们的心内来跟我们做会。德国一个真浪漫的诗人叫诺阿里斯，安尼讲，伊讲呢，伊讲你的世纪看到你家己，是毋是反射出你家己较大的影啦？这句意思是啥物意思？意思就是讲吼，唔通甲咱家己看了伤过大，哦，台湾来讲膨胀自己啦。哦，人碰撞到安尼啦，哦，有的人真爱分家规嘛，吼、哦，啊，真够膨胀。啊，这德国诗人伊安尼讲，伊讲吼，当你看到一个巨人、真大身的人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你爱先去检查日头的位伫什么所在啦，去检查太阳的位置，是安尼要检查太阳的位置，因为迄、那个大巨人可能是干那影啦。有可能是一个侏儒啦，侏儒跳吼，就是讲一屁仔囝尔啦。啊，但是日头较照落吼，哇，变足大个啦。伊讲，咱爱真细意咱家己啦，咱爱真细意，咱唔通吼，甲家己吼，看甲讲哇，我是若无我袂使啦。哦，这个世间吼，若无我吼，啊，台湾若无我会倒啦。世界若无我，地球就袂转啊啦！吼，啊教会若无我，教会就崩啊啦！伊讲爱做世事啦，就是咱爱谦卑，亲像耶稣出世伫马槽内面，伫迄个上界卑微的所在。所以圣诞节的时阵，互咱开始来回想，互咱来想这个代志。啊，天主教会教宗诺万保禄23世，伊捌讲一个故事。伊讲诶，有一个新任的主教，啊，这个教宗就甲调见，讲啊，请你当时吼，啊，我要甲你调见，啊，你来报告你啊，即马做主教了吼，啊，你派伊啊吼，啊，你的工作情形。
伊讲一个主教进了教宗，就开始甲教宗埋怨啦、complain 啦，啊，那个教宗 complain， 伊甲教宗讲：哦，教宗，我实在够无用的啦。哦，这新的工作，我安尼接咧教堂哦，我不应该去啦，伊都，所以我即摆吼不应该啦，不应该暗时拢袂困得啦。哦，啊，这教宗就听唔吼，听听咧吼，教宗甲讲：哦，是安尼吼。哦，互你干迄个安尼操烦，甲拢袂困着。教宗总讲讲，教宗讲吼，啊，我甲你讲吼，我拄做教宗的时阵吼，第一个月我甲你共款啦，我拢袂困着啦。因为安那，因为我感觉讲吼，哦，我这若处理无好吼，即安怎，所以吼暗时吼，啊，咱规头壳内底吼，拢想代志袂困着啦。啊，但是有一件吼，我足忝的去做梦啦。忘记我的守护天使吼，咱个天主教吼，拢有一个守护天使来守护吼。用我的守护天使甲我讲一句话啦，讲唔通感觉吼，你家己是遐重要啦，不要认为你自己那么重要啦。意思讲吼，你就是去困啦。你若一直感觉你足重要的时阵吼，你逐工你都袂困着啦。你爱先放下谦卑，甲上帝讲。我是你的工人啊，哦，无遐重要啦。伊讲，伊当初开始，我逐工拢足好困啊。咱有遐个姊妹失眠无啊？有人讲我到一个年纪都无食药也袂困着，哦，同款啦。牧师要甲你讲，无遐重要啦，无遐要紧啦。放下，谦卑伫每座的内面。亲像上帝，真多人谦卑伫马槽。第二个，新哥伊个安尼讲，伊讲呢，伊讲马槽是咱的心灵以外的。伊讲牧者呢，听起天使的经历。哦，咱看圣经，拄下个圣经讲啦，讲在各样的暗时听到天使，你认识对无？哦。啊，所以因忽然间看到光，哇，戆影！所以呢，天使甲因讲，今日代表的神要甲恁，哦，一个生一个拯救的，哦，都是主基督。牧者呢，牧羊人对犹太人的立碑来讲，吼，犹太人立碑其实对牧羊，对这个牧者是足歧视的啦。哦，因感觉这牧者就是安那，无读册啦，哦，啊，唔捌字啦，哦，啊，无啦。啊，捌字的人，咱落去做先生啊，落去做老师啊，哦，伊感觉这木匠吼，敢那种捌字的吼，啊，就爱过羊嘛，啊，过羊就是安那羊挂起就去山顶啦，啊，了就挂顿来吊安尼尔吼，啊，免啥物技术啦吼，哎，伊唔知讲其实木匠生意来是足重要的，所以呢，有一挂犹太人，因咧入去，因咧转向这个，因讲木匠其实是足重要的根本的，历代犹太人的木匠内底。那做王的拢是来自木家啦，摩西嘛做过木家对无？哦，摩西伫旷野过羊啊，过因丈人也得落去羊啊。代笔嘛过过羊啊，代笔哦去过羊的是拄着哥利亚哦，哎代笔嘛是过羊的人啊。啊不但安尼呢，耶稣嘛甲咱讲，伊是木家，伊是木家传咱到清水的草坡啊，所以耶和华是咱的木家。咱无欠过，所以牧者呢，牧者其实伊的形象是无同款的。但是不管对这种的形象的牧者，当听到天使的声音的时阵呢，伊就是发现一个奇妙的故事底下咧发生啊啦。这是一个叫做好消息，好消息。古早人是袂使用福音，古早福音这两字是啊。是王才会使用一啦，但是呢，因为耶稣带来人类会使听到好消息，好消息就是啥物？人咧破病时，医生讲恭喜有好消息，你的病已经好啊，对不？哦，善良人讲恭喜哦，哦，你即马恁囝出头天啊，开始要赚钱啊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，所以咱拢总爱听到好消息咧。耶稣出世就是好消息，要带予人类一个真好的消息。
搁来咱看到讲圣经内面过去的三个博士，三个博士长长的队伍，其实呢，咱个想象啦吼，你那是博士啦，第一这三个博士对得来，圣经不讲哦，讲当年的博士吼，干那讲博士嘛，啊啥物博咱唔知啦吼，即马博士规面拢是吼，街路拢博士吼。台湾人做这种大博士吼，啊，这三博士到底啊，我就是星象博士啦，吼、哦，星象家啦，会观测，这个观测网道嘛吼、哦，这星象家，啊，在星象家这块圣经内面，你就感觉一个足奇怪呢，这三个博士吼，因看到一粒星，啊，这粒星佫会走，哦，啊，这科学无多应答呢，星会走未？星敢袂走？星是袂振动的啊！吼、哦，咱个宇宙的科学已经足清楚啊嘛！你看暗时，迄粒星伫遐，明仔载你再看嘛，这个伫遐，啊是啥人咧振动？地球咧，那是人家己咧振动嘛！我咧行星，就咧行嘛，对不？是不是？咱咧行星，就咧行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是人咧振动，啊，星伊都拢伫遐尔，伊都无走啊！啊，当然地球动，咱地球动嘛。肉眼嘛看袂出来啊，但圣经内面讲，讲博士讲啦，这三个博士看到启明星，哇，迄粒上明的迄粒，啊开始对这粒星，啊这粒星啊那对家去死了呐，那意思就无去啊，意思这粒星就无去啊，啊去死要创啊，意思三个要创啊，那真无聊，吼，规日当在创啊。哦，啊，个等等等等等啊，哇，切个出来，啊，个对，个对，都对安尼。我想来用安尼理解吼，安尼无猜安尼，咱做了神的耶稣啦。这个切其实是咧指引咱一个人生的方向。所以一个人伊人生若无方向的时阵，这个人无猜伊活几岁啦。伟人的人生唔是长，唔是短。为人的人生是充满意义的，为人的人生是用伊的生命贡献伫社会，为着社会做真济代志。为人的人生是安那，一直追求钱财，追求到有一个，伊讲我赚足个钱啊，目睭客气的时光，我厝内开始冤家，所以我今物来听着讲，人也甲我讲哦，迄兄弟啊，我冤家甲小哥讲，是不是因兜做有钱？大概拢是安尼啦。哦，什么困骨足、轻骨足，那无钱拢袂冤家。啊，那有钱哦，啊，就冤家尔济啊。啊，你讲啊，牧师啊，你讲安尼袂使有钱，我唔是袂使有钱啦。趁钱是上帝予人的能力，人爱靠着咱的气力去趁钱。但是趁钱是要安那，是要做真济社会的代志，是要回馈社会，是要帮助社会。所以呢，所以。咱有看过真济高人，当因到年老时，讲我的财产无要留阮囝，我要捐予相关的救济院，这个慈善单位，啊囝留予伊一寡就好啊，互伊会当家己呢，会当家己去创造、创设伊家己的事业，真有智慧，真有智慧。所以咱看到讲，这粒启明星是啊，是咧指引咱人生的方向。所以信耶稣的人，基督徒听其道理的人，若毋知你人生的方向，爱赶紧找什么？找启明星，好，这个启明星，甲咱带去甲耶稣见面的时阵，去真正拄到耶稣时，咱的生命才开始发生有方向，咱的生命才有意义。所以伫圣诞节的时阵，我想通过这个故事。予咱搁一遍，咱的经验，耶稣的出世甲其他的人出世是无共款的。因为耶稣的出世，咱看到今仔日为甚物咱的教会爱关心咱的社会？为甚物咱的教会爱关心迄个上痛苦、上弱势的人？关心丧乡人，关心遐个伫咱的社会，予人气煞，予人配乱，予人感觉讲遮个人。是真弱势、真无看无达的人，这是教会责任。教会毋是起一间水水水，大甲人拼，拼讲你看阮的教会有够好个，
我的朋友有够多，不是教会是要拄到耶稣，是要经验耶稣的圣灵，经验伊真侪人的忧愁，经验伊为着人类受定时的神家庭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予咱真侪正人的帮助。在咱咧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，我相信咱要拄到耶稣。当咱看到每座来耶稣时，咱要伫遐经验到，原来基督教的耶稣，毋是咱所看迄个高高在上，是迄个谦卑伫要做出事，是迄个咧指引咱的方向，是迄个要带咱找到生命愿望的耶稣。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你听阮。两千多年前，你出世伫马槽内面，你谦卑真侪人的样相，佮帮助阮会通谦卑来看见阮家己的软弱。主帮助阮无过头看重家己，而阮知阮只是一个卑微的人呾定。求你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予阮会通佮一遍来甲主你。面对面经验你的降生，要带予人类的愿望，就是遐个丧乡的、遐个艰苦的、遐个无愿望的人，因耶稣来看见启明星，来带阮找到一个真实生命意义，帮助阮，予阮伫你面前，阮愿意讲主啊，阮伫遮求你找阮。当心阿头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们真感谢牧师用足丰盛的信息来报予咱知，很感谢。所以，咱的诗班要过来赞美，咱请诗班出力。所以，伊的诗歌是普天同庆，主临世界。诗班。